出来看就是去年九月份在台北所举办的这听众奥运是办了真抢眼啊，来有那伫这九月就来结束啊。啊，不过今仔有那有市议员在积极讲，这活动结束已经得要一年啊，迄个时阵的这基金会到达也搁在运作，同时今年也搁接受政府的700多万的补助。去年九月，听众奥运风光闭幕，两个比赛结束得要一年。当时依法筹组的听奥基金会却也伫咧运作，今年也阁接受市政府720万的补助，遭到市议员的质疑有浪费公家钱的嫌疑。财产没有清算，组织没有解散，每个月还要花上100多万的经费。陈建平质疑基金会费了10个月却还未完成结案报告，13名人员编制嘛有自备的嫌疑。对此，听奥基金会执行长提出高高的结案报告时，提出澄清：每一件事情都是办理一个国际型大型运动赛会所必须后续所要提交的报告，包括对国际听障体育总会的成绩总结报告，包括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各项财务、会计、文书、合约等报告。执行长表示，基金会依照规定做结案报告，财产清点做经验传承，嘛伫去年底完成部分的结案甲人员的缩编。目前已经将结案报告交予国际听力障碍运动总会，同时听奥基金会嘛将会伫8月31号依法解散。记者综合报道。